虽然尤里克是默默付出型的，但我也有自己的节奏和方式。编剧都写不出来的一语双关。还有饮料不？想喝点饮料。能吗？你要喝什么？可乐。但是没有杯子了。默默付出去了，有求必应。去拿一拿。屋里。哦。这边还能吃那么多吗？不是吧，他把杯子也带过来了。啊，这个是给尤里克的。啊，杯子。啊，送他的那个杯子，他带出来了。哇，你的杯子是你自己的杯子吧？我送他的就是杯子了。哦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杯子这个东西是很易碎，大家都不太容易随身携带，但是他却带过来了。尤里克其实也不是不表达，他是做的事情你看得懂，你自然是懂。就是啊，挺好的。完了，我现在开始喜欢尤里克了。如果送他杯子，他大老远把杯子带来，太戳了。我男朋友就是这样。谢谢，我刚刚远远就看到你拎着这个杯子过来，我就想这个杯子你就要大老远的给运过来了。看，奇插一招。其实我也是非常欣赏这位尤里克的男生。那可乐吗？还有默默付出啊，然后去为他人着想的这样的一个。这个优点，感觉就是很忙很累。你看他是不是很沧桑？虽然尤里克是默默付出型的，但我也有自己的节奏和方式。牛肉好了，来来夹。超喜欢吃牛肉。走吧，先去吃。走 ，Go。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。大家吃啊，还有很多牛肉哎，就吃就吃他的，就吃他的，就吃他的。这一我喜欢，你喜欢的罗拉吗？编剧都写不出来的一语双关。原来是假的吧？哎，你把牛肉吃掉，我去装戏。生葱呢？谢谢。醋呢？醋。还有生葱呢？酱油有吗？醋，酱油。我们的小小 KTV 开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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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还有麦不？这什么歌？屋顶。哦，先你们要先合唱一首是吗？来一下，来来来，一起唱。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的也献给最孤独的夜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。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。走了。阿姨，好伤心啊。